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乔林日志。我们今天呢，这支影片呢是在封城之前拍的，主要带大家去吃新加坡有名的鱼头火锅，叫做南华昌鱼头炉。然后我们这就带大家走吧。这个拍摄时间大概是在母亲节的前夕，所以非常多的家庭会选择来这边聚会啊、围炉啊，这样子一时这样子。这样子来吃火锅，然后我们今天已经楼下一楼已经完全没有位置了，所以我们只好住二楼。那二楼今天其实看到很多都是 family 啊，不管是马来人、印度人、华人都会来这里吃火锅。那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吃吧。好，我们今天点石斑中的，然后呢，你说什么很好吃？这是什么？炸虾饺，几颗？小的、中的、大的，还有这一个虾酱鸡，小的、中的、大的，还有猪蹄膀吗？排骨，普通鱼的好吃而已。五花肉还是什么？五花肉，乌卤肉吗？不是，南乳花肉。哦，南乳花肉 ，OK。还有这几个吧，好吃。那这些呢？这些就还好。还好。青菜。青菜汤、豆腐汤、菜包呢？因为我翻不过去。面、饮料，我们有带外食的饮料可以偷偷喝吗？不行。嗯。虾饺，虾饺，这很烫吗？
好近哦。这是虾饺。就有点像我们台湾那个虾的那种春卷，有没有？很像耶，没有包那种豆腐皮的春卷，很像很像。辣鸡啊？辣鸡吗？哦，里面有辣鸡的感觉。肉羹，肉羹一面的肉羹。我觉得比较像虾卷皮那种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是这个叫什么字？红烧肉。红烧肉。看起来像。都忘记点什么。这叫什么翅膀？虾酱鸡。虾酱鸡。虾酱鸡。我觉得没有虾酱的味道。你没有沾啊？哦，是吗？你没有沾啊？没有啊。这个不是虾酱啊。跟这个酸辣酱，哦，酸辣酱，那应该是哪一个？不用，本身就是虾酱，它本身是虾酱，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味道。吃不出来，它把我味觉坏掉。不过是好吃的，有点像那个肯德基的炸鸡。接下来喝这个。它的汤不会说很咸，然后很鲜的感觉，它的石斑味道有进去，然后里面有那个白菜味跟紫菜汤的味道一点点，它里面有放一些紫菜。
今天瘦了一斤八克。一斤。沙子啊，爆沙子。那我们都会瘦一斤。今天主要来介绍这边的鱼头火锅是比较特别，然后也是新加坡非常知名的店，叫南华昌鱼头卤。然后我们今天三个人吃是82.5块这样子，全部加起来。然后这个是四大天王小的，是8块钱。然后我们点的是石斑鱼，中的是45块。但当然还有很多种鱼的选择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是虾酱鸡，它有小的、中的、大的。那我们点的是小的，然后是8块钱，其实这样就很够吃了。然后比较推荐是这个叫做南卤花肉，它是猪肉，所以马来人不能吃。然后这个也是小份的，10块钱。然后接下来是炸虾饺，这个是小的，是8块钱新币，这个也蛮好吃的，跟台湾的虾卷很像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